确实够不着你，身上太……哎，马路上车那么多，谁来扶奶奶过马路啊？我们去扶，好了，我们去扶奶奶，我们扶你过马路。你们真好，你们叫什么名字呀？到时候奶奶去给你们送份表扬信。我去，哎，送我就不信。啊，哎，我啊，哎，奶奶，这是干嘛呀？我信了，扣我。啊，奶奶就是稀罕稀罕你们。啊。你们都把奶奶腰闪到了，还不快送奶奶回家啊？奶奶，我送你回家。哎呀，我们不能送奶奶回家，一会儿爸爸来接我们就接不着，该着急了。哎，啊，对，我不能送你回家。嗯，看来不得不告诉你们了，你们的爸爸在来的路上出了车祸，所以让我带你们去医院。我说的是你爸爸。嗯，我们两个是双胞胎，我们的爸爸是一个爸爸。啊，不像吗？奶奶呀，其实就是想考验考验你们。其实奶奶想请你们吃吃冰激凌。哎呀，不行，那个老师说过了，我们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。哎呀，你怎么除了学习什么都听老师的呀？奶奶呀，真是稀罕。疼你！你们老师还说过不让你们干嘛呀？我们老师是……你反正不让干的全都干了。对，那你们老师总没说过不让你们玩玩具吧？奶奶这正好有一个玩具。我来，不想玩。你少来！你刚才可没说老师不让玩玩具。我的意思是，老师说了，好东西要一起分享。你们玩去吧。不是坏了吗？哎，对，他腰闪了，怎么还能捡玩具？跑了，快跑！有问题！哎，你们干嘛呀？那个奶奶，我跟桃子抢回学校把作业先写完，你别追我们了。奶奶，拜拜。其实奶奶不是坏人啊，奶奶就是想让你们去门口的奶茶店买杯奶茶，奶奶能赚点外快，给外地的孙子寄过去。你看吧，豆豆，我就说奶奶不是坏人。哎，豆子淘淘，你们值日结束了。哎，珍珍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我刚才喝了很好喝的奶茶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值日应该挺口渴的，想带你们过去分享。啊，哎，就是这个奶奶带我去的。我就说我不是坏人吧。原来是我误解了奶奶，奶奶不是坏人啊。哎，虽然奶茶挺好喝，但是奶奶，你这样强制性的让我们消费是不对的。我知道你们不跟陌生人回家，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，这么做是正确的。今天是奶奶做的不对，为了赔礼道歉，那奶奶请你们喝奶茶吧。喝奶茶。